蟑螂拿来吃，厨余还可以喂猪，强国公司靠此发财。随着中国城市的扩展，也产生了更多的厨余，不过蟑螂竟然可以作为处理这些废弃物的工具。路透社报道，中国北方某城市就每天拿50吨的厨余来喂11只蟑螂。这些食物残渣会被送到山东巧冰农业科技公司，再经过管道送到蟑螂饲养室。如果这些蟑螂员工死掉，公司表示还可以拿它们来喂猪等家畜，因为蟑螂是一种很好的蛋白质来源。为了处理整个城市1/3的厨余，公司还计划再建立3个厨余处理厂，真是太有环保概念了。